贵族的食品，蔬菜之皇杨记来了。早期产于生长环境佳的地中海沿岸，16世纪传入英国，成为贵族食品，现在台湾也享受得到咯。在南投的中高海拔山区，特别适合杨记的生长，有别于传统只食用花苞，艾多美选用营养价值极高的叶片，采用低温干燥研磨，将完整的杨记精华填充至植物性胶囊，素食者也可安心食用哦。杨记有着独特的杨记酸、绿原酸与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杨记酸与绿原酸能增强体力，保持精神旺盛。膳食纤维可帮助消化，维持消化道机能，每日定时食用，维持整日活力来源。杨记胶囊丰富的膳食纤维是苹果的16倍，更是菠菜的18倍，维持一天所需营养。蔬菜之皇艾多美杨记胶囊。